我们走吧，走啊！我看你咳嗽咳得那么厉害，吃个果子压一压吧。雷大小姐，你们想干嘛？要怪就怪你生在雷家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弥天盟办事不想死，给我滚！弥天盟想破坏两派谈判，抓我就行。抓个小女娃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带我走，放过他。别害怕，等我回来。皇上。 身怀绝技，为什么让他们把你带走？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血。父亲说，一个人拿着刀走在江湖里，一家子的性命就绑在了刀柄上，见血是难免的。你爹错了，练刀就是要保护人的，如果连家人都保护不了，就没有必要提刀出门去闯荡了。你的刀叫什么名字？红袖刀。 你刀法如神，以后一定会名扬天下的。要不就叫"梦枕红袖第一刀"吧。也好，这种高调的名字我喜欢。